对台的美女怎么样？我们有多久没见啊？五年？六年。很久没有人这样帮我煮饭，谢谢你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他们都说爱我，但最后都会丢下我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前女友。一个人没人帮你，这种感觉我懂。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，最近要追另外一个。女生喜欢男生主动一点。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会保护女人的男人啊，才是真男人。那你的男人会保护你吗？你一定认识那个神经病，你一定认识那个拍 A 片的。你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否定他吗？对，为什么没有人要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嗨，放开我，当我女朋友。我不认识你。